吗？累。为什么累？因为化妆了很久。因为我现在要很小心，可以流汗，要很斯文。对，因为现在化了一个很得体的妆，很浓的妆。你要 prepare 咯，因为等一下我们是要登山这样子去看那个面。看到一个熊猫了。对，基本上我也很累。我刚才坐在那边的时候，对吗？我等你的时候，他就不停的拿很多 product 来给我用咯，然后就是帮我去 conceal 掉我的黑眼圈。好像很好啊，但还是那个眼睛还是很累到不行了。哎，我们今晚就拼到完了，不要睡觉。然后我们明天就是回到新加坡进 office 才在 office 睡。你进 office 啊？我应该是没进 office 啊。OK。